再不到两周的时间就是国庆日了，国庆日演也如火如荼的举行当中，从前一天晚上11点开始，总统府前广场就相当的热闹。透过画面呢可以看到，表演现场的地面上都已经画好了标线，要来确认表演团体和三军乐队一队的动线位置。备受瞩目的三军乐一队重磅登场，穿着军便服排演练习走位，他们跟着音乐节奏，花式操枪还有军卡车和宪兵重机也一起加入了这个演练，场面相当的壮观。